今年呢是香港特區啊回歸祖國25年了。回歸之後，作為香港的宗教，我哋會感覺啊，我哋嘅自由空間同埋活動嘅範疇咧，喺回歸之後咧就更加係拓闊咗。回歸之後咧，比如中聯辦啊，又或者國家嘅統戰部咧，通過佢哋嘅協調，我哋更加容易啊，去到國內尋找我哋嘅祖庭交流，甚至乎咧。對於宗教的信仰裏面去學習，過往那20多年呢，很多政府的官員又好，高層人士都好，因為以往啊都是受了英籍的人士的統治，就是變了很多的思想呢就偏了一邊的。宗教呢就是大家呢是包容，不論你有什麼信仰，我的道服罩住，但我身體是中國人。咁啊，喺嗰20多年，我有個感受咧，就係話身為一個中國人，點解代表我哋中國人嘅國旗啊？嚇，有好多地方咧係唔會升起上嚟嘅。開埠以來，冇一個宗教嘅場所會好似我咁樣要升起支國旗嘅。我哋係第一次，亦都第一。